集《自然的秘密》。哪吒！什么东西啊！不好，他躲开！电弧！哪吒小心！巨嘴怪，你的火球就这么点威力吗？还来，看我的！水火不侵之体，你是天妖派来的？天妖？干嘛的？没听说过。我是哪吒，专门来收拾你的。收拾我？派几个娃娃来对付老夫，未免太小看我了。瞧不起我？放肆！那是哪吒的火焰。别，都是误会，大王饶命。你是刚才的巨嘴怪？怎么这么不禁打呀？饶命，大王饶命啊！我们可不认识什么大王，只要你把这里的茶园还给杜婶儿，我们就放过你。听到没？快带路。茶园？你们不是天妖的手下？好说好说，跟我来。云开雾散。好多茶树呢，太好了，杜婶家的茶有希望了。真是没见识，这也能算是茶树？哼，要不是你爸占了这里，杜婶怎会受那么大的委屈？这些茶树本是天地所欲，落入凡人之手，不过是暴殄天物，何来霸占之说？你个妖兽也敢胡言乱语评茶？不敢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嘿，巨嘴怪。我猜这里的茶树不止这么点儿吧？没有了，这都是最好的茶树了。天哪，我堂堂茶灵怎么会遇到这么一群娃娃呀？这茶灵力居然如此充沛，难道出自散仙茶灵之手？娘娘好见识，那个老家伙实乃妙手，可惜不肯归顺于我，这些年又不知道躲到了哪里。如今妖族归心，别说一个小小的散仙，整个天下都是您的。这些散仙各有神通，不可小觑，如不能为我所用，哼！大王高见。没见过这么有灵气的茶树。哪吒，阿大，快来看！我可忙得很，没空陪你们这群娃娃。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茶叶，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上好的国茶。太棒了，多采一些。这次可不要再让老夫失望了。
可恶，还差一点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什么？哎，刚才那个巨嘴怪呢？他跑掉了。走，看看去。绝世之长，到底少了什么呀？200年了。研制不出好茶，老夫的茶道便要停滞不前，修行无望了。是那个巨嘴怪。好香的茶味。猎狐，不要乱喝。好茶，好茶，灵力充沛。猎狐。你的身体，我已经恢复大半了，真是多亏了这几瓶灵茶。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如此精通制茶。切，不过是一个抢夺茶园的妖兽而已。有了这些茶芽，我们也能制出好茶。对，猎狐已经恢复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制茶好不好？好。就这。你笑什么？错错错，什么都不懂还敢制茶。前辈，请问我们错在哪里？全错。所谓茶生气，气可聚精凝神，茶之妙不单在味，更在韵，此乃真正的茶之道，你们可懂？求自然，修道，最终追求的是什么？圆满。那么茶是否有圆满？全形便是圆满。木叶芽均备，谓之全形，方有望制得圆满之茶。你们三个娃娃一味取其形之精华，却失了圆满之道，大错特错。前辈，请您教我。三个什么都不懂的娃娃也想和我茶灵学艺。茶灵？要不是为了躲避天妖追捕，我堂堂茶灵岂会如此落魄？困了困了，休要吵我，睡觉去了。前辈，前辈，不教就不教，我们自己来。古树全形。哇，就是它了。这几个娃娃居然真搞出来了。茶灵前辈，要不要尝尝我们制的茶？要是糟蹋了古树，就趁早离开。至纯的味道，没错没错，茶味虽然普通，
他这一丝至纯的味道，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呢。这茶是你们谁制的？他光着小脚丫，他踩着风火轮，他穿着红肚兜，插着两个冲天酒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战天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神去造神话，山天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